念诵南无大三声，我们念诵南无大萨三声，南无大萨达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萨，南无大萨达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三菩萨，南无大萨达嘎瓦多阿拉哈多。萨玛萨婆诃萨，今天我们将会讨论的课题，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讨论过关于阿维教无明的这个课题，由于无明的缘故，我们就累积了善和不善业。这都是由于无明的缘故，所以无明呢，是善和不善业的主要原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会根据《德拉巴达长老本行》来解说这个无明。我们不会完全全部整本《德拉巴达》呢，《长老本行》。来解说，我们只抽取某一些典故，记载他们在佛陀时代的最后一次。那比方，比丘呢，可能只做了少量的布施，比如说，只是布施了一点油灯、3朵花、水给这个菩提树。或者是佛堂，或者是布施一杯水，这种功德呢，都可以资助他们在未来很多生投生善趣，不只是一生，可以投生很多生。所以了解了这一点，那我们心里就会升起这种，想要做这种布施的意愿。这个叫做巴塔那的，这个叫做发愿。其实这是无明，其中一个班加巴嘎达铁拉一位长老，他的名字，这位长老是班加巴迪巴嘎，就是五灯长老，这个是在五百。劫之前是在莲花山佛的时代，他供养了5盏灯给佛陀，过后他就发愿，愿我能够成为阿拉汉，能够开悟成为阿拉汉。不只是如此。我的生命可以持续到入灭，都不会受苦，不会投生恶趣。我愿我能够投生到人天，直到涅槃为止。如此他发愿不贪啊，不贪啊，这种功德供养5盏灯的功德呢，资助他直到涅槃。10万劫到涅槃，他都不投生恶趣，来，他投生人天界，在这10万劫里边，直到涅槃 所以呢，这位长老在过去先只供养了这么小的一个功德，就做了这个小功德罢了，但是他的愿带来的这个果报。所以从这边呢，大家可以了解所谓巴塔那愿的这个功能，这个也是无明。那在佛的时代呢，也有一只猫头鹰。当佛陀去托钵的时候，这只猫头鹰会在树枝上飞下来，然后。
礼敬佛陀。那时候，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说：“阿难尊者，这只猫头鹰今天礼敬了我们，他已经累积了三业，这种三业功德将会资助他，让他在未来成为独觉佛。那成独觉佛之前呢，他永远不会再掉入恶趣。”也就是说，从猫头鹰那一生开始，直到成为独觉佛，他都是投生人间罢了。所以从这边，我们需要了解所谓的山和它作为山的那个基础，也就是这个无明了。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愿，针对无明这个主题呢，我们将会继续再讲。那今天我们没有在念诵这个阿弥陀许多神经，大家可以自己念诵。老师今天要讲是，苏曼那供养花给维巴西佛的这个简要故事。大家应该也要知道，这在那时候是很殊胜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发生在91劫之前。那91劫呢？之前是叫做维巴西佛，这个故事呢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。那时候苏曼那公主是，不是那时候，在果达玛佛的时候，巴森那帝王的公主之一叫做苏曼那公主是波斯匿王的女儿。那为什么她可以成为公主呢？因为在过去生，在维巴西佛的时候，她那时候是投身在一个财政的家，或者是士夫的家，就是一位富翁的家作为女儿。但是她的父亲呢，死亡身了。那有一天，一位将军呢，就得到国王的允许，去邀请佛陀和僧团到他的家收供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当时只有国王可以邀请佛陀和僧团去收供，因为那时候的国王跟佛陀呢是有亲属关系的，所以呢就有这一句话了。将军呢？需要得到国王的允许，获得够才可以邀请佛陀及不孤僧团到他家收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刚才那位苏曼那的这个富翁的女儿回家过后呢，她就哭着告诉她母亲说：“如果父亲还在的话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有机会供养佛陀了。如果父亲还在的话，他就有机会去供养佛陀。但是呢，父亲已经往生了，所以没有办法供养了。啊，不是他哭，是他母亲哭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供养佛陀。那时候苏曼那就说，他可以准备这个供养给佛陀，而且是第一份供养给佛陀，就是他可以完成他母亲的这个愿。那时候呢，他用一个金钵装满了奶饭，然后在上面再盖上一个碗。那上面的碗呢，就没有放东西，只是当上面这个空碗盖着下面这个装满奶饭的碗过后呢，他就用茉莉花绕满了2个弯，然后就去将军的家，将军府。到将军府门口，他就被拦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将军已经吩咐那些守门的军人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去
他的将军府，或者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接近佛陀，接近佛陀来做供养。这个是这位将军的动机。但是呢，这位苏玛呢，富翁的女儿呢，她有机会，她只是想要供养，她就说她想供养这个茉莉花给佛陀。其实这个碗里边呢，这个围绕包着茉莉花的这个碗里边已经有奶饭了。啊，所以那个守门人呢，看到这个只是一碗，茉莉花，所以呢，他就接受给他进去。佛，那苏玛那呢，见到佛陀过后，礼敬佛陀，就把这个装满奶饭的围绕着茉莉花的这个碗供养佛陀了。过后，他当下就发个愿，他发愿说，在漫长的这个轮回中呢，愿我无论投身哪里。都愿我都不需要为生计而劳苦，也愿我投身为能够被宠爱和充满魅力的女人，就像这茉莉花环一样，而且呢，将会称为苏曼娜，就是茉莉花的名字。这个是他的愿，所以他的愿，直到涅槃为止，都导致他。那名字称为苏玛那，所以当佛陀来到将军府后，接受将军的汤供养的时候呢，佛陀说：“我已经接受食物了。”用餐过后呢，将军就询问了：“苏玛那竟然这么有勇气，然后就很赞叹他，然后就邀请苏玛那到他家里。”作为他的妻妾，结果因为这种善业，他的愿实现了，他从此就不再投身恶趣，在91劫中，他都投身在人天去，在这些生命中，他在出生的时候都有很多茉莉花洒落在。周围直到他膝盖，所以他都被称为，他的名字都被称为苏玛那。所以由于他的愿，也就是无名的驱动，那他供养佛陀这个三行，导致他在轮回中啊所做的各种善，都是间接由无名所推动。最终在他最后一生，在他70岁的时候。他成为出果生者，那时候他是因为听了佛陀的那个开示，当佛陀在路途中在接去接收奇数集孤独园的这个寺院供养的时候，路途中跟他开示，什么呢？就成为出果生者，所以呢，无名。如果没有无明，就无法成就巴拉蜜，因为无明呢，是作为基础来修善。尽管它是间接的，是通过清一止缘而成就，只有阿拉汉是完全端而无明，所以没有这个愿，他们的行动只是为作，没有善或者是不善业的。累积，因为阿拉汉已经斩断所有的无明，不再累积善和不善业，他的心只是唯作心，所以这边就是这个无明的含义。无明呢，是一个基础来导致善和不善业的这个产生。另外一个典故是六牙象。的本身故事，老师呢，针对这个故事不会完全详细解说，只是讲解针对无名这个含义。那曾经有一次，菩萨呢投身为一名8000头六牙大象的象王，他有两个象王后，就是六牙大象王呢。
他对他两位王后都很平等的对待，但是呢，小的王后叫朱拉苏巴扎呢，他却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个六牙大象王呢是比较疼他的另外一位王后，他认为他自己被奚落了，被冷落了，没有陪我，只是善待大王后，因此他呢对他就对国襄王生起了埋怨。那有一天呢，菩萨这位六牙襄王呢，就服务500位独觉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500位独觉佛那时候来到这个池塘，那时候很多大象啊，就收集了很多水果要供养独觉佛。首先呢，他们收持八戒，然后再把水果供养出去。那时候呢，朱拉苏巴达那个小的王后呢，他供养了这个果子过后，就发了一个愿。他的愿是：尊者在此生我往生过后，愿我投生马达国王的家里，成为苏巴达这个公主，然后成年后愿我成为这个国家的王后，也愿我很可爱迷人，能够让我为所欲为。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将会游说国王派遣猎人用这个毒箭来杀害这头大象，愿我因此能够收到他的这个象牙，这种能够发出6种颜色的象牙，这是这位小王后的愿。虽然他遭了这个供养独角佛的杀业，但是他的愿是很不好的。答案是，结果呢，他的愿实现了。他往生过后呢，他投身在这个王族，成为巴拉纳西王的王后，然后他就告，成为王后过后呢，他就游说国王，国王因此就派遣了索努特拉猎人去捕抓六牙象王，最终索努特拉猎人呢，真的是用毒箭杀了，要去杀这只六牙象王，他真的杀了。但是呢，当苏巴德拉这位小王后知道这象王死了过后，他也很伤心，因伤心而离世。所以呢，虽然他做了很大的善业，供养独角佛，但是他的怨呢，却带着很强烈的怨恨，所以由于这个驱动，所以呢，就导致他这样的果报。这个是错误的怨，这也是无明。另外，我们来看阿维加这个巴利这个字眼，无明。那阿维加。这个字是那维加，维加是名，那是没有，没有名，就是无名，就是名的相反了。那从一些经典里面可以看到这种名和无名的比较，其中一部经是相应部里面的无名经，尊者世尊，所谓无名，无名世尊。那什么是无明呢？什么情况是进入无明呢？那时候佛陀呢，就用最究竟的含义回答了他的问题，因为对方是佛陀怎么回答说呢？那些无闻凡夫不知道色法。不知道色的升起、色的集起，不知道色的灭，不知道
色，趋向色，灭之道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不能了知色法，不能了知色法的集体、色法的极灭和导向色法极灭的道路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色法，此外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，不了知受、想、行，还有识，这就叫做无明了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、不了知五取蕴，就叫做无明。那相反的，什么是明呢？同样的一部经延续下去就讲，就是相应部讲的这个明镜啊。那比丘问世尊：“世尊，所谓明明，世尊什么是明呢？”佛陀回答说：“多闻僧弟子，他能够了知色法，了知色的集体、色法的极灭和色法趋向色法。”灭之道，以此类推，了知受想行识，也就是能够有这个对五蕴的了知，它就是能够明，就是所谓的明。另外一部经也是在相应部里边可以参见，是这部经里边佛陀说无明。无明呢，是导向不三法的这个前门，或者是诸不三法的先导。由于这是无明是先导，然后无惭无愧随着后边，所以呢，从这边。那一个如此，因为有无明为先导，无惭无愧随后，那他就升起邪见，邪见者则生邪思维等等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表，首先无明和这个无惭无愧。会升起邪见，邪见多升起邪思维、邪语、邪业、邪命、邪精进，这一切都是由无明做起始。那如果说有明，也就是对五蕴舍出十八界有这个增慧，有这个明的话呢，他会。具备惭和愧，因为有惭愧，他就会增见、增思维、增语、增业、增命、增精进、增念和增定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要如此了解无明，其实真的是所有的不善的基础，而明呢，是所有善的基础。无明。导致不善升起，明能够导致善升起，所以大家需要知道明和无明、Vijja 和 Avijja 的差别。另外一部经是真知部，里边可以常见，就是也是无明经，在这部经，世尊说无明是有，无明有时。非无始而生，因为无明，如果说没有识的话，它不会升起。那什么是资助无明升起的这个识呢？应该要知道，五盖是无明升起的这个识数，五盖是无明升起的识数。啊，五盖、欲盖、嗔恚盖。昏沉该、调取该和调回该和移该，这五该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世尊说，五该是
无名的识，那五该也有识，不是没有识升起的。那五该的识说是什么呢？这三种恶行，就是身口意二行。那身口意二行，它的识是什么呢？是不呼诸根门，不反呼诸根。那什么是不反呼诸根的识呢？它的因呢？是缺乏真念真知，没有真念真知。那真无念，没有真念真知的实数是什么呢？是不如理作意。不如理作意的这个实数是什么呢？是无信，没有信心。那没有信心的这个实是什么？是不闻真法。那不闻真法的实是什么呢？是没有清净三世。所以这是循序渐进的解说，无明怎么成为不善的基础？相反的，明也将会成为善的基础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图表，首先由于不清净三世阿萨布依萨桑谢瓦，因此由于不清净三世，就没有听闻真法。因此就会无心，无心不如理作依，然后逐次的导致这个无明升起。相反的，如果说清净三思就可以听闻真法，有听闻真法的话，就会有信心，有信心就会如理作依，如理作依。就会升起真念真智，萨提桑巴扎那，就会有反呼根门，由此就会有三种三行，进一步有思念诸，七觉知，然后到明解脱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，无明是不善的因，明呢是善的因，是善的基础。根据分别论的依据，针对无明的定义，我们来看，这也是如果了解的话是好的，因为通过巴利这个知识去了解，会知道它的含义。有时候这些含义啊，第一次听可能很难掌握，需要重复听，那时候你就可以掌握它的含义。无明，avijja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那首先根据它的意字义来定义它的无明，就是巴利的字义来了解无明，就是这句巴利这一句话，就是这种关键是 avindiyam vindadi。它的意思就是身与一而行，名为不当有，是不应该有的。由于它不应当有，这个不应当有，巴利是 avindiya 不应该有的，所以 avindiya 这个它的音就变成 avijja 了。所以呢，avijja 无明呢？它一个含义是，它能够致使一个人做不应该做的事。第二个字义来诠释 avijja 无明的是 vindiya，这个是就是相反的明，针对明的定义了。如果身与意三行是这些行为是当有的。当有却没有的话，所以也叫做无明了，也是从这个 vindiya 来，但是这个是那 vindiya 当有而没有，所以是那 vindiya avindiya 变成 avijja，就是无明致使一个人不做应当做的事。另外一个含义，针对这个 avijja 这个巴利字，它是从 avidita 来的。
Avidita 就是不知道什么呢？不知道晕的这个聚的含义，不知道处的这个处的一，不知道界的这个虚空意，不知道这个根的含义，不知道地的含义，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不了知晕处界根地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无明的阿维加，因为这个字阿维加从阿维蒂带来，就是不知。那其实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能够了知无这个晕处界根地，这个就是明维加。那阿维加另外一个巴，阿维加这个巴利的字义呢，可以从另外一个含义来了解，来明白，就是也是从这个不知阿维迪达，就是不是对四种这种逼迫的这个描述啊，也就是苦啊之一呢，他不知，所以叫做无明了。因为无明故，一个人他不能通达四圣谛。根据歪解刀有提到，四圣谛每一个圣谛呢，都以四种方法来分析，这个是在歪解刀的这个地论品里边谈到。简单的含义是，苦呢总共有四种含义，苦是有这个逼迫，有为意，有这个燃烧意，有这个变异的这个含义，这个是苦，就是苦地的四种含义。那这个是在这个注脚里边有提到，同样的极地也有四种含义，灭地四种含义，道地也有四种含义。那阿维加无明，这个巴利这阿维加呢，另外一个字，引申这个字义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这一句巴利来了，就是安达米拉希德，然后加瓦贝蒂阿维加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无始的轮回，就是安达米拉希德有阿维。无始的轮回中，令诸有情众生徘徊于一切的这个投生去生命体，也就是胎去有世住和有情聚，所以呢叫做无明了。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就像无始的在流转，无始的在奔跑。那巴利是安达米拉伊贝，无始，然后加瓦贝蒂在奔跑，所以阿维加。那另外一个含义是从阿维加玛尼苏，从巴拉玛塔多阿维加玛尼苏，就是如果在男女等等这些概念法中，在究竟意义上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这个不存在，巴利是阿维加玛尼苏，就是在于这个不存在的东西看到男女等等，而我们却奔走在这些不存在的东西，所以这个阿维加玛尼苏不存在的里边，所以阿维加了。但是如果说能够看到这所谓的男女这些法中都是只是五蕴法，它就不再奔跑于这个概念中，只是知道这个五蕴中，所以叫做明。所以由于无明的缘故，一个人就取这个男女的概念视为他为实相，因而不断的流转轮回。那如果说断除轮回、断除无明的人呢，他可以完全的了知
究竟法，比如说运出等等，它因此能够解脱轮回。针对这一点，老师跟大家讲，斯里兰卡的这位马哈迪萨长老曾经有一位比丘，他的名字叫做马哈迪萨，他是一位很好的修行者，他很善巧于修白骨观，时常他都安住于观想这个白骨，他的心也很敏锐，而且对于这个骨的观想有很好的经验。那虽然他还是凡夫，那有一天呢，他想要去马哈杰蒂兰卡的这个大塔，他就从他的寺院去到安努拉达普拉去拜访这个大白塔。在路途中呢，他遇到一个女人。那这个女人看到这位大长老过后，这个大长老很庄严安详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就想要影响这个长老，他就对这个长老微笑。但是呢，这位长老心还安住在他的禅修一处。但是当长老听到这个女人笑的时候，他也想知道究竟什么东西在笑。然后大长老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，虽然看到女人，但是他却不没有看到是男还是女，他只是看到一副骷髅，一副骨架，自动观知的心就升起，马上提升阿罗汉了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吗？也就是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究竟法的话，无论看到男还是女，都不会作为男女，他只是看到晕、出界等等。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方法，能够破除无明，也就是有明的人能够看到究竟真实。如果无明的人呢，他不能看到究竟真实，他只可以看到概念。这就是这边要讲阿维加这个含义了。另外一个阿维加这个巴利支持的含的字义的缘由是来自于，因为它是障碍了眼识的所依和所缘，以及缘起和缘生法，故为无明。因为它是障碍故，所以是无明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巴蒂加什穆巴的缘起和缘生法，它的含义什么呢？巴蒂加什穆巴的它的缘起是它是因，就是它是缘法，也就是它的因呢。那缘生法呢？缘生法是一个种缘而生起的法，也就是果了。所以这就是因跟果，是巴蒂加什穆巴的缘起跟巴蒂加什穆巴那达玛缘生法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无明、阿维加、桑卡拉行等等。那要学习这些呢，我们有这个以这个拉卡纳蒂多来了解这些法。就是以相位性起足处，不依这四个面相，这四个层次来了解这个法的话，就不能完全的了解这个法。那这四个层面是叫做特相、作用、兴起和经因。这四个层面需要去了知。特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指它所显著的
这个现象它的特性，然后作用呢，它可以分成执行的任务，或者是任务的成就。先起呢，先起有两种，一种是体验中的呈现方式，或者是效果的方式。静音是手艺的主要原因，这是摘自于宝禅修指导手册，也就是所谓的香味现起住处，或者是特香作用现起的住处。那今天我们谈的是无明，所以我们就以这四个层面来看无明了。首先，什么是它的特香呢？它的特香是对究竟法的不了知，这个是它的特香。它的作用呢？无明的作用是能够迷惑，让人混淆。那先起呢？先起是作为障碍法的各自本性本质，就是它是以障碍作为先起。那它的精英呢是什么？是漏了，烦恼漏。那我们再看无明的分类，如果说以依法来分类无明，我们也可以以二法、三法、四法、五法来分类无明。这一点上，一注也有解说。大家只是单纯听就好，只是第一次听，也许不会了解，但是没关系。只要知道这个是分类无明的方式就好。首先，以依法来分类无明，是指无明是指无知、无见和痴，这个是无明。如果以二法来说无明呢，是第一不行道，就是对苦等的不知。或者是知不相应，这个是一，不然一个是不行道，一个是邪行道，也就是对不精而视为精的这种颠倒想，也就是邪见相应。另外，主二法来诠释无明是，无明可以分有形和无形。那如果无明分三法呢？是依感受三种感受而分类，因为无明呢，有时候可以跟乐受相应升起，有时候跟苦受，有时候不苦不乐、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无明，然后还有思法、无法的分类无明，这个是依住而依住而解说的，所以呢，大家要知道无明是那比较没有明，没有真正的这个知，所以是无明。关键是佛陀说，是对苦集灭道的不了知，不知道苦的因，不知道苦的集灭。不知道导向苦灭的道路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四圣谛，就是无明了。所以，无明是作为不善的最主要原基础，而且，但是呢，也是间接的原因来行善，是通过清一止缘。所以，这个是最基础的知识，大家可以了解。那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无明，下一次我们再讨论什么是行三卡拉，因为无明升起故行升起，无明作为行的基础，如果没有无明，行不会升起，所以将会要去了解。无明跟行的差别，行的含义是什么？行也有很多含义。
因为行也有包括善的动机、不善的动机等等很多这个含义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以缘起的方式来了解无明缘行，所以下次我们将会讨论。今天呢是斯里兰卡的巴蒂摩嘎热，今天。